你好，李旭平。你好，李辉林。我们双语促行。夏天来了，放假来了，我们都想去海滩、去游泳，玩得开心。我们都知道你们想减肥。那旭平，你是一个甜品的厨师，那你看起来不胖，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的秘密？那我的秘密是一个超级视频。今天的超级视频是柠檬。为什么柠檬？为什么？每天早上为了开始一个阳光的钱，你应该喝一杯柠檬水。又容易又好快又简单，柠檬给你很多力气，你身体会觉得今天要吃很多，要喝很多，但是你的身体不会吸收它不用的东西。所以每天你可以放一个杯子，还有几个柠檬在你的洗手间里，这样子你会记得每天早上都喝你的柠檬水。柠檬有什么这么好？第一，柠檬包括很多维他命 C， 不会感病，所以所有的小病原菌都会走了。第二，它会把毒物冲走，如果你用热水，所有的毒素都会走了。第三，如果你想变成白富美，柠檬会是你的日常助理。第四，你要减肥没问题，柠檬的纤维会让你的脑觉得，我已经吃了很多，这样你会相对你的欲望。第五，它给你很多力气，不会累，会放松很多，而且它的柠檬皮可以闻到，香，让你很轻松。谢谢你们来看今天的节目，别忘了关注我们，给赞、评论，还有把今天的节目发给你的朋友们。OK， 谢谢大家，下一次见，拜拜。